啊，那我送一下你吧。你走，我怎么感觉又晕了？啊，又晕了。啊，那我带你扶到里面去，再喝，多喝点扶到他。哎，行，好。是，慢点。哎，刚才鸡汤你喝了，你身体补的也差不多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就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走，哎，你又晕了。哎呀，我感觉我还是有一点点晕呢。来，快进去，我再扶你。老龙啊，你都照顾了我一天一夜了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挺好的。啊，没事，很乐意的。你看我一个寡妇，哎，我也不好要求你什么，其实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我就是怕我这个身份啊影响你不好，我就没有说。没事的，既然你能喜欢我，就很开心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啊，你也喜欢我？啊，对，这样太好了。要不我们去看个电影吧？啊，好。哎呀，那个头啊就不晕了。这样子，那走。啊，走。